你做的小炒黄牛肉是不是又老又柴还不入味？今天教你一招，保证口感嫩滑好吃，还特别下饭。新鲜的黄牛肉均匀切成薄片，下一勺盐，一勺胡椒粉，来点料酒，清水分两次加，抓拌均匀入味，让牛肉充分的吸饱水分。来一小玉米淀粉，来点油，锁住牛肉的水分，这就是牛肉不老不柴的关键。锅内油热，倒入腌制好的牛肉，快速翻炒至牛肉变色，大概七成熟，迅速捞起备用。爆香姜蒜泡椒小米辣，倒入青红椒丝，来点盐，翻炒均匀，最后下牛肉，来点白糖调味，下一勺生抽提鲜，大火快速翻炒，这样的牛肉炒出来鲜香嫩滑又下饭。家人们学会了吗？别忘了给老麦点个小心心，谢谢。